电影《邪不压正》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，导演兼主演姜文、周韵一起亮相首映礼，立即吸引了大家的关注。《邪不压正》是一部充斥着荷尔蒙的电影，彭于晏秀肌肉、许晴秀翘臀，还有侠义之士抗日主题，观众和粉丝们都很喜欢这部电影。《邪不压正》于今年暑期上映，斩获了 5.83 亿的票房，也证明了这部电影的质量相当不错。如今《邪不压正》在多伦多首映，姜文与妻子周韵也是一同出席。姜文一身黑，还戴着一副眼镜，整个人看起来似乎年轻了一些，十分的有精神。陪同丈夫一同出席活动的周韵也是盛装亮相，一件抹胸红裙大袖相间，展示出了属于东方女性的知性美。与其他女星出席活动不同，周韵此次亮相身上没有一件首饰，化着淡妆，仅凭自己的原生态之美就惊艳了在场的观众们。网友们也是纷纷评论，美人胸前的痣也漂亮。